这也能抓到我。那直接三段 Q 更痛一点，还是那个 A 三段 Q 更痛一点？有没有蝎子的睾丸指导一下？扔石头更痛还是直接一样的嘛？一样的就有点拉胯了呀。什么的睾丸？蝎子呀。走吧，是不是打那种其他英雄主 W 打肉应该是主 Q 的，对吧？没问题吧？这个理解。不灭肯定是主角哦，那就没错了。吃我一锤！我是伊西塔尔最后的一道堡垒。台词没变嘛？让你见识一下我的毒刺，还是这句。我去你的吧！我补不到刀怎么办呀？不是六刀漏了四刀，再补个鸡。我叫搞错了，应该往晚点大的。哎呦，
13刀一刀都不漏。OK， 非常完美。你好，还挺有伤害的嘛，这不是啊？不对不对，他的优先级更高。吸，哦，你把我吃进去了吗？走喽。怎么穿甲翼？往墙里怼就行了，跟凯隐一样。我们五个真团结，该走了，该走了，该走了。我甚是怀念。扔石头。哎。真团结，我们五个。走。
然后再开 R 是吧？路过，不好意思。可是我 Q 完按 R 没有用啊，他好像并没有帮我扔石头人呢，扔石头呢，好奇怪啊！可是我明明按了呀。石头呢？扔了吗？有啊，哦，扔出去了是吧？你好，我现在很菜的，还玩几把。